konferensi ini. This conference untuk mendeklarasikan is declaring Pentakosta yang ketiga. The third Pentecost sudah mulai. It's already beginning. Sudah mulai. Already beginning. Sudah mulai. It's already beginning. Sudah mulai. Already beginning.嚟紧5月13号，我哋会有母亲节摄影，会喺教会嘅楼梯间，记得邀请你哋屋企人翻嚟啦。弟兄姊妹大家好，嚟紧咧我嘅装修工程咧即将会启动，而且咧个设计咧我哋都已经咧已经系确定咗噶啦。我哋里边优化嘅设施咧包括一个无障碍嘅通道啦，一个嘅厨房、洗手间咧我哋会优化同埋咧同埋设计咧会有一个新嘅设计。而且在外面我们会有一个是多用途的隔音房间，是帮助我们在那个善用教会一楼的地方。所以接下来我们会在6月25号会开始启动我们的装修工程，时间所需我们要需要是6到8个星期。希望弟兄姊妹为到我们这个工程去到祷告，并且呢亦都为我们的建堂基金去到祷告，因为我们都会需要用到呢是很大量的一些的资源。送暖黎凡特短房2018，弟兄姊妹，我们接下来会在10月9号到17号呢会去到黎巴嫩，我们去探访当地的文化中心，同埋咧，我哋会去到咧探访嗰啲咧喺叙利亚逃难嘅朋友，我哋会咧同佢哋一齐同行送暖黎凡特，鼓励大家可以同我哋一齐去到同去。详情请睇我哋海报嘅资料。2018年五月，我哋有复兴特会。現正招募施事，一同去接待來自全世界的家人。散組會之後可以去到施事台報名，詳情可以去到辦公室查詢。今個星期的 A911 禱告會會暫停一次。接下來我們的靈修會一起看哥林多後書，主題是軟弱中健剛強。早祷会是在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点钟地下荣耀楼举行。